台风刚走的中秋夜，团圆烤肉赏月夜，但有人的狼性被激发了。警察说，这群人打起来，理由很瞎。两派人马在骑楼下烤肉，相隔不到30公尺，喝醉酒，一切都变调。警方带回滋事男子。现在到底分几群啊？人右边有一群在打，中间一群在呛酒。也是一群人街头大乱斗，警方快打部队赶到现场，但当局者迷，警察来照打不误。好嗨啊！哇，好高级，好高级啊！真的是喝了酒就一辈子的兄弟。警方逮捕三人，他们说，是因为游戏可以保护上面的人，只是使用方法有所不同，所以造成有真实的问题。突发中心，这理由比扯铃还扯，报道。